表演者小龙、张九泰。感谢大伙儿掌声鼓励，哎，先发挥一场接力场，是，队长把我们俩呼唤上来，把我们演出来，上队的作业课。我怎么也没敢。这都是小龙说的，把这个叠一叠。那么多事儿啊，这个作为自我介绍，你介绍吧。那我来说呢，学徒叫小龙，我叫小龙，你是不是叫大美丽？哎，旁边这个老师啊，你都非常的熟悉了，是吗？啊，张九泰张老师，是黄明啊，张老师啊，副部长啊，张老师一个非常不错的啊，这个老师啊，非常的内向，对。不喜欢听相声，到这儿干嘛来了？看姑娘。啊，兴趣跟你一样啊，然后这个很有兴趣啊，这个我说你说呀，你说呀，你说呀，很多大哥拍着你嘴不让你说话，你给我闭嘴，说话啊，很多大哥可能不经常来，哎，不了解这个老师，是这个老师呢，在台上台下呀。都非常的内向，对，我不爱说话，从来不怎么多说话。嗯，他无论是跟哪个老师合作啊，他都表现得非常的收敛。对对对对，从来没有表现出让站在桌外的这个老师插不上话的情况。哎，没有那个时候，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对，啊，所以说爱跟这个老师合作。嗯，因为这个老师学相声学得非常的早，哎，学了好多年，对吧？零几年就在德云社学相声，那可好。北京啊有一个专门教德云社相声的地方，叫什么？德云传销社。哎，那是教传销的地方啊，传习社。传习社，哎，啊，在那里学习的朋友们啊，现在都是大明星了。哎，您都说有谁啊？啊，周九良，哎，王九龙，对。李景春，这都是张九泰，我不是，我不是高小贝，哎，刘晓婷，邓浩然啊，这些人，哎，排名不分先后啊，还是排名先后吧啊，这些人现在是我们团的中坚力量，哎，有好多人都是大明星了，这个老师也是，哎，我不算，不算明星你才大事，臭表啊，然后呢，非常愿意跟这个老师一块儿，结果也是明星啊，我这管用。美食博主，美食博主最多了。好啊，拿这个老师来说，人家相声说得好，嗯，相声说的时间也长，我跟这老师没法比，怎么就不能比了？因为我呀，学相声学的就晚。哦，对，我实话，对我20岁吧，嗯，才开始学习相声。20岁才开始学相声。当然了，我学相声今年都40几岁了。你瞎了是吗？怎么了？我今年才21岁。学相声才一年。啊，谢谢，不管多大岁数啊，咱们年轻很重要，对，有一颗年轻的心态啊。这个我来北京呢也没开始学相声，在于老师的动物园，对，养马，有点养马，哎，养了好多年的马，应该养了大约8年吧，7年吧，我养了8年，换着吗？啊，这个养了7年半到8年吧，8年的时间，哎，都跟马在一起啊！后来呢，这个长得越来越像马。你给我闭嘴！我在叙述事情呢，我都忘词儿了。你别说话了。那你好好的想一想。啊，我这个在哪儿？你说到您养了8年的马。对了，原来啊，养马的间隙啊，在德云青年队演出。我给伙儿开始说起。哎，在青年队演出。是马教的您。你翻你的包袱，我叙述我的事情。这个有一天晚上啊，大约是晚上11点58分左右。这马上12点。我有一个同事叫杨鹤通，哎，我们领导。他叫杨主任。杨主任给我发一个微信。嗯。睡了呢，一会儿诺克堂给你打一电话，打一电话，我也没给他回，因为那时候我准备要睡觉，我怕他拉着我聊天。过了一会儿，孟老师给我发了一个微信，睡了吗？我没回。啊，没回，他又给我发一200块钱红包，我领了以后我说没睡，啊，哎呦，啊，我这人可太鸡贼了，啊，我说没睡。
七队演出吧，然后我就来七队演出了。但是我常年在马场养小动物。常年在马场。对。没想到七队当娱乐啊。我对这个动物啊有非常深的感情。哎，对，他就喜欢动物。对，我对狗啊、马呀、猴儿，我有非常深的感情。对，就喜欢这三样。啊，对了，马场就这三样。啊，这个。后来啊，通过我多年的养马，我总结出一个经验。马场还有鱼大啊。不尊敬。啊。我都叫鱼大爷了，怎么不尊敬？你说的是动物。我没有。啊，这个。他是不是在马场？五分钟了，我到现在还没听到蛇。这个节目还有蛇呢？废话，还是乱的没蛇吗？五分钟我迟迟听不到蛇，你想干嘛？你为什么不说呀？我有机会吗？马场的时候你可以稍微的说一句，马场也可以养蛇呀。我马上就要说了。那你说呀。啊，在这个马场，我一个小动物，我这个发现了一个问题，什么是有些动物？他也有马场。他不想当动物。他想当人，这是马跟你说的。是我琢磨的。有些动物不想当动物，他想当人。但是有些人他不想当人。哎，我只是纯不想当人，但是我不想当动物。哎，我这个后来我就翻书啊，翻书研究书，研究这个东西。哦，书上写。我找到一本书，什么书啊？《西班牙的传奇》。然后这本书里就写到，您等会儿，您研究动物看《西班牙的传奇》怎么了？西班牙子不是人，知道吗？西班牙子不是人。对，干嘛去了？西班牙子是个长虫。对。对呀、啊，对对，就白娘子不就是个长虫吗？干嘛还得新白娘子？都说嘛，新白娘子，新白娘子的嘛，你姓新白吧？姓新白叫娘子是吗？不是，但是父姓欧阳啊。没听说过啊，新白啊，对不对？那只是新版的《白娘子传奇》呢，都是。对对，甭管了，反正新白娘子，你听得懂吗？我听得懂。你是对白娘子？这个白你是不是有很有感触？哎，那都没有，我只是好奇。啊、对对，谈乐喜欢嘛，研究小动物嘛。各位，西白娘子啊，他不是一个人，他不是一锅的，他是一个四川的长虫，他是一个四川的长虫。对了，峨眉山、这个西白娘子啊，他原来是一个小长虫，原来是一个小长虫。他有一个旁边啊，他还有一个别的长虫。就后来的青蛇。哦，一开始咱们现在都熟悉的故事叫什么呀？游湖借伞。对，最早不是，最早的故事叫双蛇斗。双蛇斗是就这个白蛇跟这个青长虫这俩人打起来了。哦，他们俩之前是敌对的状态。不是敌对的状态，这个青长虫他原来是个公长虫，就是个男的。这些都是您自己琢磨的？书上写的。书上写的，对，说没写的这么牙碜，翻译过来的。这个，哎呦，您翻译的可真是太牙碜了。谢谢啊，他原来这个公长虫 啊，就是青蛇，看上白蛇了，这青蛇就过来了。当时还没修炼成人啊，就过来了。别害怕，不要紧。小白，小白，我能和你下个蛋吗？这要是人你敢吗？小白不可以，人家拒绝了。为什么呢？为什么？因为保不齐咱们下个青花瓷了。哎，周杰伦也不太乐意。然后这小青就是这青蛇一看，哟，怎么办呢？得不到就毁了。非常爱情陪在身边啊，对，对不对？就毁掉他，全剧终，哎，我们第一集就结束了，再也没有新白娘子传奇了。那么聪明，小青啊，想这个主意，什么主意？最好的关系不一定是两口子，那还有姐妹、闺蜜、
死党，不可理。也可以是不得。一个公常状，一个母常状，怎么当不得？不女。就是个不女啊。那个小青想到一个好主意，他想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主意？他去了一趟泰国。回来以后，你先等一会儿啊。在那个时代，小青是一条这么长的长虫，他从峨眉山爬到肚皮都给磨没了，我估计还没出四川省呢，他就已经死掉了。你觉得有没有道理？我觉得你说的非常的有道理。对呀、啊，但是他必须得去泰国，因为我想让他去。小龙啊，给他送到了泰国。当时啊，这都是《新白娘子传奇》里写的。小龙有马场。这得比马骑的快呀！时间来不及了，你快点说话！你这你怎么能够这个样？一个个别愣啊，听不着。一个个小青啊，他估计那时候已经修炼了，哦，有点仙法了。哎，到了泰国，哎，到那儿找了一个特别便宜的医院。他都有仙法了，那也得勤俭节约呀、啊，对不对？都有仙法了，他为什么还要去泰国做手术？自己解决了不好吗？疼。然后到泰国做了一手术，小青就回来了。回来了，哎，找到了白娘子，姐姐，大老弟看啊，哎，白娘子一看，太棒了，太棒了，咱俩就是亲姐妹了，咱俩就是亲姐妹了。哎，虽然说小白、小青，咱俩亲姐妹了，对不对？但是当年我没看上你，我给你说一声抱歉。以后我等会儿哪给你带上了，咱俩一块嫁人啊啊，就这么着。但是我现在看上了一个人。咱们俩嫁给这个人怎么样？他们俩嫁给一个人，怎么了？还挺像。小青，不行，我就瞎起哄。你们来啊，我跟你们一块过就完了。哎，主要还是你们俩下蛋，我没有下蛋冲动啊。这个你想嫁给谁？我看上一个人叫许仙。许仙，你想想，500年前他救过我。许仙，他现在是一个高富帅。知道吗？要改善基因，你得长得好看，对不对？而且他现在开了一个药店，有句话说得好啊，什么？十个劫道的不如一个卖药的呀，对不对？他说这都是《新白娘子传奇》里写的，啊，对不对？然后俩人就下山，来到西湖边，西湖啊，各位，西湖啊，上有天堂，下有西湖，西湖的景色，上有天堂，下有苏杭嘛，怎么下有西湖了？西湖在哪儿啊？杭州那不一样吗？对不对？白娘子跟小青俩人来到了天堂，来到了西湖、哦、来到西湖。许仙也在，许仙游览呢，游玩哎，观光。然后白娘子跟小青说，哎，快快快点掐诀念咒，让天上下雨，俩人有仙法，让下雨了。下雨，按理说各位，峨眉山的神呀不怕雨，那边潮湿啊，这老下雨，但是这儿下雨了，那边许仙一撑伞，白娘子想干嘛？想借伞。哦，非得借。对了，借伞是手段，还伞是目的。为什么呀？他想撩许仙。这就是过去搭讪的。对了，哎，搭讪的新方法。对了，他过去了。以后出门只要一下雨，我就把伞占来。他过去说了，你好，你好。你看我白不白啊？这像是一个母蛇说出来的话。那应该说什么呀？不是，你就想一个马路上一个姑娘看见你，小龙，你看我，你不晕了吗？长虫的沟通跟人能一样吗？对，你没养过动物，动物之间爱情，还动物之间您太了解了，非常简单，非常纯粹。你只要到了春天，一公马一公马。哎呀，行行行，这马上就动不了了，哎呀，交流，然后我不长记性。这个。你看我白不白？啊、嗯，吃饭，说事儿。我能借你的伞吗？不行。哎呦，不是，我借你的伞，然后晚上7点来我家把伞给你。我家没有人。你少来这一套，知道吗？你们家没有人，我到那梆梆梆敲门半小时，你们家一个人没有，你也不在是吗？逗我玩儿啊？少来这一套，知道吗？许仙之前是说相声的，真的，这是叫说相声聊的天儿啊！救了自己。
己在家，这不叫不散不散啊，就我自己在家，你看我，你看我多白呀、啊，对不对？大白腿你不看一眼吗？啊，行了，拜见我，晚上七点钟举荐如实到来，到来俩人聊了12个钟头的天，在屋里，俩人12个钟头，俩人结婚了。哎呀，这一聊天就会结婚了。对了，结婚以后俩人过得非常的幸福，俩人的生意越做越大，而且附近啊是好心人，经常给别人治病，给穷人发药。有人说了，白娘子许仙太好了，治好了我脸上的脚气。您先受累，等一会儿，你脸上是怎么得的脚气？去澡堂子跟人打架，这人有脚气踹你脸上。太准确了。啊，这个说这白娘子医术太高明了，我哑了70多年了，给我治好了，我现在一天说48个小时的话，我不觉得累。对，他是个好心人。有人说，哎呀，他的医术太高明了，他治好了我肺部的脚气。然后，肺部的脚气又是怎么得上？就这个人经常闻自己的袜子。您这个相声好脏啊！一传十，十传百，附近人都过来找他们瞧病。谁写的《新白娘子传奇》啊？你要看一看吗？我不看。你有脚气吗？我没有，没有脚毛啊。然后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挣着大钱了，都找他瞧病了。这个时候激怒了一个人，谁？这个人就是金山寺老法海。金山寺的法，70多岁的一老和尚，在庙里剔着牙。吃什么塞牙？窝头。窝头能塞牙吗？啊，怎么了？掉颗牙，一个窝头塞这儿了，打着吗？不对，我就这一颗牙齿口套眼儿上，那是一个道理。对，然后这个为什么法海生气了？对，两层原因。您讲一下。法海70多岁的、啊、没结过婚，多新鲜呀！人家是个和尚。我感觉70多岁没结过婚，保不齐心里略微有点变态，对不对？哎，小青还单着呢，能行吗？他也是个变态，他不是个变性啊。然后另一层意思就是，法海保不齐也可能爱上新白娘子。新白娘子。他爱上的是哪年那版本？等着老版那不爱，就喜欢看那新版的。第三层原因，还有第三层原因，就是原来那个寺庙里也卖点药，但他这个药不是药，就是香灰。过去的人封建迷信，得了病怎么办？不去药房，也不去药，就到庙里买点香灰喝下去。封建迷信，对，你得过病吗？我病过，别喝香灰知道吗？不管用。你怎么知道？看书了，看书了。是你刚看过我？真的意思啊，这个。你话都不要啊！臭不要脸啊！这不是，我70多岁了，我眼睛一闭一睁，可能这辈子我就过去了，对不对？你已经有觉悟了啊！我都70多岁了，还有人抢我生意，我可能爱上了白娘子，被他抢走了。他现在又抢我生意，这是要跟我干的。啊，我能饶了他吗？我得道高僧啊，这都像一个得道高僧说出来的话，内心多逗，知道吗？哎，你可都说出来啊！我找他去，找他。爸还在家归着归着，洗洗澡，刷刷牙，下山了，来到了许仙他们家，梆梆梆敲门，敲了40分钟。许仙说：“别敲了，没人。啊”别废话，出来！我得道高僧爸还找你有事儿。一个 surprise 告诉你，知道吗？出来，就是像是得到的。一出来，俩人挺相对。小许你好，做个自我介绍。70多岁得到高僧法海，要签字要照相吗？哎呀，跟我进来可以吗？疯子吧？怎么了又？啊，进来。小许啊，找你有个事儿。咱别干聊了，你来点吃的，烤点串，来点酒，咱们边吃边聊。他不是得到高僧吗？怎么来点串，来点酒啊？得到高僧不在乎这些。酒肉穿肠过，皮肉过，对不对？他已经得到了得啊！你来那大乌苏，知道吗？乌苏上头快，你有乌苏，我爱喝那个啊，喝点红的。那俩人来，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，爸还说了，小许，别拿我当得道高僧，拿我当大哥。
七十多岁叫大哥的都。要保不齐咱俩拜把子也可以，咱们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对不对？咱求同年同月同日死，人疯了。你不同意就算了，当哥哥的告诉你一句话，你踏实住了，扶住桌子，好好听。我也得扶住桌子。我这么告诉你们小许，是你那娘们儿不是人，这就找打架。你那娘们儿才不是人呢。我得到高僧，没娘们。不是小许，那么跟你说，就新白娘子，就你现在的新白娘子，老得新白娘子，不是他姓娘，白娘子。对，就你现在这娘子，她不是人，她是一个长虫，特别大，特别白，真的。你看过呀？书里都写着呢，对不对？你要不相信，你要不像你这样，五月端午，你来六百斤雄黄药酒，你让他喝下去。六百斤，喂大象也不行啊，这个。都没说你什么精了，反正你来一杯雄黄药酒，你让他喝下去，你有一个 Spray 再见，串还要吗？我让你不做饭了，被许仙心中埋下了一颗怀疑的种。没有，许仙说，他到底是不是啊？得了，试一试吧，试，万一是，万一不是，都得试试，对不对？那就直接说了。五月端午，来了杯雄黄药酒，俩人在这聊天。新白啊，新白啊，来一杯啊！两只小蜜蜂飞在花丛中啊。还有酒杯。那走一个，新白把这杯酒喝下去，噗嚓一下，拉了，拉了呀！噗嚓一下，变声呢？噗嚓，你们家变声是噗嚓噗嚓，就是。应该是。噗嚓应该是啊，噗嚓。变声应该是唰，噌。新白，你果然不是个长虫啊！不是啊，你是变戏法的呀！对，我就是。